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可注》第613页倒数第二行最后一句。舍城之理观，能发究竟之模式，以五蕴生死迷暗之法为禁锢。这是引用天台大师摩诃止观里面一段话：十种理观我们学过了，观什么？所观的就是这十种境界啊。十种境界里面有观音如，然后啊，发生下面所中讲的九种境界。九种境界呢，不出五音六如啊，所以呀、啊。一共有十种啊，这个十二如就是十二因缘啊。那么若论下面的九个境界，护法不定，所以他没有次第，不一定什么境界出现，我们就用什么方法来对治。十种理观是对治的方法，对治这十种境界啊。理观是有次第的，但是这十种境界没有次第。什么时候会爆发？什么境界没次第？我当知因尽常自现前，若发若不发，恒德为观。这一句话是教我们时时刻刻的要像观世音菩萨一样。心经上讲得很好，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照见五蕴皆空。如果真照见五蕴皆空呢，十种理观圆满了，这九种模式都没有了，九种魔境全没有了。啊，问题就是我们没有这个智慧，没有这个能力照见五蕴皆空。可是我们今天对于五蕴皆空，五蕴跟十二如是一样的事情，一回事情。啊，五蕴是色、受、想、行、识。啊，总而言之，像前面第一观，观不思议境界。不思议境界里头归纳起来就是两个字：色心。啊，色，今天讲的物质；心，今天讲的信息、能量。啊，这科学的名词。
近代这些物理学家发现的念力。经上讲的很清楚，3000年前说的物由心生色从心生的，所以全体是心。这句话讲得好啊，变法界虚空界是什么东西？就是自己的心，自己的念头。这个话被今天科学家发现了，非常了不起。变法界虚空界，佛在经上常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华严经告诉我们，宇宙，全宇宙，一切万法，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唯心所现的，是十宝庄严土。心现的，唯识所变的是十法界。十法界是识变。是怎么能变呢？因为有心现，心要不现呢，是就没东西变了。所以心是第一，识是第二义。心能现能生。心没有心相，不是物质心相，也不是意念，意念不是心。意念也叫妄心，不是真心，真心立念没有念头。有念头是妄心，不是真心，真心也不是自然现象，所以真心决定找不到。眼耳鼻舌身这五根五识接触的对象，是色声香味触，这是物质现象。意念呢，第六意识、第七识能圆，他们可以圆到，前五识圆不到。可是心虽然什么都不是，它能现呢，能现自然现象，能现心理现象跟物理现象，它通通能现。所以你不能说它无，它非常灵活。什么时候现呢？众生有感，他就现，他就应，感应，有感他就应。他在哪里？他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为什么你没办法找到他？因为他不是三种现象，你就找不到了。怎样才能找到呢？大乘经里面佛说的很好，为正方知。用什么方法正？放下就是。你只要不用妄想、分别、执着，你就见到了。你有妄想、分别、执着，这个你是障碍。
障碍你见性，不是障碍别的，障碍你明心见性。哎，这三样东西除掉了，就明心见性了。所以，科学家他们今天呢达到的境界，这佛经上有说过，这释迦牟尼佛非常高明，讲过了，就是我们用八识，就观察宇宙啊，它是有极限的，啊，有局限的，它不是万能的。啊，你看呢？前面五识只能观察到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观察不到。啊，精神现象呢，要第六识、第七识。第六识的分别，第七识的执着，啊，这是分别执着是心法，啊，起心动念都是心法，啊，起心动念阿赖也知道，所以就是我们用六识只能达到极限的阿赖也。你能够见到阿赖耶的三细相，见不到自性。啊，这是对内。对外呢，你能观察到全宇宙。八识能力真不小啊。这时候通通在妄心的范围。啊，它变嘛。啊，阿赖耶能变吗？十法界所变，所以他的能力能见到十法界。啊，就是见不到自性。啊，今天科学家应当是用数学推演，有此可能。啊，然后再用精密的仪器去观察，做实验。啊，物质真搞清楚了，跟经上讲的完全一样。我不能不佩服这些科学家。物质是什么呢？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佛用分析的方法。科学家也用这个方法，啊，这个方法是相同的。那么佛分析的方法，微尘，啊，来举一粒微尘，这微尘多大呢？叫牛毛尘，啊，牛毛，它在毛端上，这一层毛端上不会掉下来，啊，这一粒尘，在一。毛端上，啊，非常稳，不管怎么动摇，它都不会掉下来。这很小的尘，啊，眼睛好的人可以看见。那么这一列微尘呢，把它分成七分，这七分之一呢，是羊毛尘，羊毛比牛毛细了，啊，在羊毛尖端上，啊，它能站得住脚。羊毛尘再分成七分，七分之一了，叫兔毛尘。啊，兔毛就更细了。兔毛尘再分成七分之一了，叫水尘。啊，这不好懂了，这我们的肉眼全看不见了。啊，水，其实水的密度不大，水里头有空隙。这一粒尘在水里面空隙钻来钻去没障碍，啊，水一尘再分成七分之一叫金尘，就是金属，啊，金银铜铁锡金属，金属的密度啊很大，但是还是有空隙，啊，在高度显微镜去看它还是有空隙，这一粒尘在金属
那个空档里面通过没障碍，这很晓得了。精尘再分成七分之一，叫微尘。所以佛家讲微尘，不是一般我们讲的这个尘土，不是的。啊，这个微尘呢，佛说阿罗汉的天眼可以看见。啊，那么这一粒微尘是不是我们今天讲的原子？啊，这个不得而知。啊，但是总是两种都用分析方法。啊，微尘还能分成七分之一，叫色聚即微。啊，大概就是现在科学里面所讲的基本粒子、夸克这一类的，这个还可以分。啊，再分成七分之一呢，叫极微之微。佛说不能再分了，再分就没有了。啊，再分就空了。今天科学家达到这个境界。那极微之微是什么呢？应该是30年前科学家发现的微中子。啊，微中子多大？科学家告诉我，100亿个微中子。它的体积等于一个电子，就是原子里头围绕原子核转的那个电子。等于这一个电子，啊，这个东西再分，没有了，跟释迦牟尼佛讲的一样了，没有了，物质现象没有了，分出来是什么东西呢？是念头的波动，啊，这才真正了解物质从哪来，物质从念头来的，从心想生。德国科学家勃朗克，啊，爱因斯坦的老师，他一生就搞这个，啊，物质到底是什么，搞清楚了，在报告上给我们大家说，根据他的研究观察得到的结论，世间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物质是假的，不是真的。啊，物质的基础是念头，这他得出结论。所以，最近30年的科学家提出以心控物。啊，心就是念头，能控制物质现象。为什么呢？物质现象是念头生的。所以念头可以控制物质现象，那么头一个人的身体，身体是物质现象，啊，身体得病了，病是什么？这物质现象产生了病态，不正常了，啊，用意念可以让它恢复正常，恢复健康，不需要医药医疗，啊，这个实验成功。啊，这么多年来，他们搜集了许许多多证据。啊，重病患，啊，像癌症这些，没法子治。啊，他们去找，啊，找有这些病人呢，哎，他自己会好，啊，没有医疗自己好，找这些人。问他怎么好的啊？这些人多半呢都是有宗教信仰的。医生宣布了，你存活的期间只有1-2个月，他对于绝望，对于生命绝望了，等于是宣判死刑了，绝望了。
他什么都不想。啊，他想上帝，想天堂，希望上帝带他到天堂去。啊，一天到晚想这个，做祷告。啊，没有想身体，也没有想病。啊，两三个月之后，想了两三个月之后，再去检查了，他的癌症没有了。啊，证明是这个念力啊管用。他们找了几千个例子。啊，去念佛的人，如果我们有病，可以用这个方法。我们把身体忘掉，不要想身体，不要想病，也不要想好，也不要想不好。你想好与不好，都是让那个病毒细胞啊，你去养它。这不是办法，根本不要理它。专门想阿弥陀佛，专门想极乐世界，想上两三个月再检查，并没有了。一个道理啊。啊，原理是什么？原理是物质现象是念头变现出来的。我现在让念头这个物质现象产生病态，是我们不正常的念头，就贪嗔痴慢疑、怨恨恼怒烦这些念头造成的疾病。啊，现在我这些通通不想了，我专想阿弥陀佛，专念阿弥陀佛。刘素云不就是这么好的吗？这是很好的例子摆在那里吗？啊，得红斑狼疮，医生告诉他，啊，不是一个月两个月，不是，你随时有死亡的可能。这样告诉他的，他既然被他宣布了嘛，他也就不想了，他也不怕死，反正人总归要死。啊，根本不想身体，根本不想病。啊，每一天听无量寿经十个小时，听完经之后就念阿弥陀佛。他什么都不想啊！你看，三个月之后检查全没有了，连疤痕都没有了。这医生感觉到奇迹啊！红斑狼疮是有好的，但是疤没办法去掉，一生去不掉疤痕，你怎么连疤痕都没有？啊，所以这个就是念头啊，念头是宇宙的主宰啊，啊，地球上这么多灾难，地球上的居民如果一心向善，这灾难都能化解。啊，《楞严经》上告诉我们，贪婪感应的是水灾，啊，海水上升，江河泛滥，是贪婪所感得的。尘秽感知火灾，火山爆发，地球温度上升，尘秽呀。啊，愚痴感觉风灾，啊，飓风、台风、龙卷风这一类的灾难，愚痴所感的；傲慢感得的是地震；怀疑，怀疑是对自己个人来讲，免疫能力崩溃掉了，啊，信心没有了。啊，对外面呢，山崩地陷。高山会塌下来，大地会沉到海底，这是怀疑、贪嗔痴慢疑。对自己身体来讲呢，是自己五脏六腑病源病根；对居住环境来讲，是灾难的根源。这是不善的念头。啊，所以把这个念头通通转变过来，
啊，我再不想这些了。啊，转过来，不贪，不嗔，不痴，不傲慢，不怀疑，这些灾难都没有了。啊，我们要求别人呢，难呐，别人不相信。啊，所以从自己，啊，自己至少对保健、身体保健呢，得到非常良好的效果。这是修佛的好处啊，念佛的好处啊，对我们居住的环境。不会有灾难发生。啊，你的小环境不会有灾难发生。啊，当然，我们选择居处，也要懂得选择居住的地方地势比较高。啊，科学家告诉我们，海水上升，南北极的冰融化了，海水上升50米。如果我们住在这个地区，海拔200米以上啊，大概没问题。啊，但是如果靠海，比较麻烦，靠海什么？海啸。海啸麻烦呐！啊，科学家警告我们：如果地球上海底超级火山爆发，会引发多高的海啸呢？1000米。那换一句话说，海拔1000米，在沿海地带都不安全。啊，要1000米以上。啊，最好2000米，1500米，这没问题。啊，都淹没了，它那是个小岛。啊，这些是些常识啊。啊，科学家还告诉我们。像太平洋中心这样的火山爆发，引发1000米的海啸。那么这个海啸推到大陆这个海岸，一定会减轻吗？减一半呢，500米；再减一半的250米。再减一半呢，100多米，100多米都不得了啊！日本上一次海啸10米，最近这几天，他们内阁府就是总理衙门发出来的信息。告诉人民，啊，怕的是最近会有9级以上的大地震，会引发他们计算的34米的海啸，那就非常严重了。啊，要大家呢，赶快做准备，防范着灾难的准备。啊，海啸太可怕了！啊，上一次日本大地震，我们这有个光碟，啊，是新闻发布的，
统统集在一起。啊，那个镜头是飞机从空中照下来的，比美国那个2012啊，那是演的电影，比那个更可怕。啊，所以我们如果有观世音菩萨这个本事，照见五蕴皆空，什么灾难都没有了，度一切人难都没有了。啊，这个话是真的，这不就是今天科学家跟我证明了，不是假的，是真的。啊，这佛法管用啊，佛法是科学。啊，这个地方说的，你看，阴尽五阴，我们讲八苦啊，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后头五阴之身，那就是阴苦了。五阴之身，叫我们观五阴。你看，阴尽能生烦恼。前面七个是烦恼啊，生老病死，你看，爱别离、求不得、怨憎会，啊，那是烦恼啊，从哪来的？五阴之身来的。啊，五阴是能生，烦恼是所生。那么这里一共给我们讲十个境界，这十个境界的时候。互相发起，互发，啊，辗转相生，互相发起。啊，譬如你观病境，生病的，哎，可能这里头带给你烦恼，或者带给其他境界。啊，我们现在看正文，第一个阴境，阴覆盖的意思。啊，盖什么？把你的智慧盖住了，障碍住了。覆盖就是叫障碍。啊，五阴就是色、受、想、行、识，五阴也叫五蕴。啊，蕴是呢，集聚的意思。若言覆盖一切善法。此是就因的名啊，这五样东西障碍一切善法。若言呢，集聚无量生死，这是就果上的名啊。为什么叫五蕴？为什么叫五蕴？跟因果不同，从因上叫五蕴，从果上叫五蕴啊。这五样，让你在六道里头。生死轮回，没完没了，这个东西麻烦了。摄境啊，以因居处，这有两个意思。啊，为什么把它摆在最前面？第一个意思，现前；第二个意思呢，是一经。现前为人受业期果报之身，即是五阴。这业期什么？从生到死，你这一生啊，你这一生是五阴身呐，五阴重担呐，常自现前呐，是故主观。啊，叫你从这儿观起，就是观你的身心。啊，你要了解它的真相。啊，这是故啊，主观把它摆在第一。第二呢，一经，
今是大品般若。经云：声闻以四念处行道，五音就是四念处所观之境。又经中凡列法门，无不以五音为首，是故初观。在经上告诉我，此且就五音通总而言，就是照见五蕴皆空。我们讲四念处，前面说过，四念处是智慧。张家大师给我讲的堪布，四念处是堪布。第一个就叫你观身不净。这个观不是很深。观世音菩萨那个观是很深很彻底。这个地方只教我们观身不净不干净。目的在哪里呢？目的叫不要执着这个身体。不要过分的爱惜这个身体，它不是个好东西。我们为什么？这是我们的业报，业报身呐。我们过去造的什么业呢？不净不清净的业，得到这个不清净的身，六道通通都一样。没有例外的，你在六道里头受身，六道是染污，是秽土，四圣法界才是净土。什么东西染污呢？执着就是染污。执着就是见思烦恼。所有一切众生都把身误认为是我，这是很大错误叫身见的。五种见惑里头头一个身见的，身不是我，身要是我了，这身死了，那我也死了，我死了谁去投胎呢？我们求往生，这生死了谁的谁往生啊？谁知道生有生死啊？我们有生死啊？我在哪里呢？现在我暂时住在这个身体上。所以身体是我所有，不是我，跟衣服一样，衣服是我所有的，衣服不是我。这个观念要搞正，身不是我，身是我所有的，所以我们在六道，随着自己的业力，不知道换了多少身体，所以身的生死是个很平常的现象。不必很重视世间人不知道对身体的贪念造成许许多多的罪业所以佛法里头第一个就叫破身见。身见没有破，学佛都在门外。
没进门。那破身见这个课程是几年级修的呢？小学一年级的课程。啊，华严经，菩萨51个阶级，摄性是小学，摄住啊是中学，摄行好比是高中，啊，摄回向好比是大学，啊，摄地好比是研究所，啊，我们用这个比喻，大家好懂啊。破身见呢，是小学一年级的课程功课。啊，第一个身见，五种见惑都要破，你才能升二年级。啊，第二种呢，边界，边界就是对立，两边。啊，边界破了，对立就没有了。为什么要破边界？因为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一体就没有对立。啊，我们这一个身体，眼睛、耳朵、鼻子不会对立，眼睛不会跟耳朵对立，耳朵不会跟鼻子对立。哈，个人有个人的工作。互相不妨碍。啊，所以宇宙是和谐的。啊，我们今天跟人对立，跟事对立，跟万物对立，错了，完全错了啊，和谐没有了。啊，那么再其次，成见，啊，我们都常说，默认成见很深，啊，成见什么？自以为是，这五种见惑里头，成见分为两个，一个是因上的成见，一个是果上的成见，全是错误的。啊，因上的成见叫戒取见。果上的成见叫见取见，不涉于前面这四大类的一切错误的见解，合在一起叫邪见。这个东西通通都断尽了，真实性里面的初行为菩萨啊，虽然。这是最低的一个级别，但是他是圣人，他不是凡夫。三种不退呢，他证到了一种，位不退，他永远不会退到凡夫。他是圣人，虽然没有出六道轮回，他绝对不堕三恶道。啊，他有这个能力，决定不堕三恶道。啊，而且保证他在六道里头只有天上人间。啊，天上人间七次往返，必定成阿罗汉果。小乘阿罗汉，那大乘呢？大乘七性位的菩萨，你看，他初心是一年级啊，他到七年级。哎，正是天上人间七凡四次，到七年级的时候超越六道轮回了。啊，他真的声闻这个地位，十法界里头声闻。啊，七心、八心、辟支佛、九心、菩萨、十心、十法界的佛，啊，清清楚楚啊。啊，七性以上，
生净土了，不是秽土，六道是秽土，染污，严重的污染。啊，四圣法界净土，见思烦恼都断了。啊，不但五种见惑断掉了，五种见惑的粗心就断掉了。啊，死惑，三界总共88品。啊，到第七性位断尽了。啊，这个前面我们讲到了，要十位一次。我们修行在哪个阶段，哪个级别，清清楚楚。啊，这个一定要知道啊！我们今天身见没断了，身见、边见、见取、戒取、邪见，通通没断。没有进入啊，小学一年级没有啊。换句话说，我们是在念幼儿园呢。啊，在大城里头，我们是在幼儿园，不能不知道。啊，可是我们虽然在幼儿园呢，遇到一个特别法门，这就净土。遇到这个法门可了不起了，这个法门没有解体的，可以一步登天的。啊，而且这个法门呢，不需要断惑，断惑太难了，这五种见惑谁不想断？啊，五种见惑断掉了。我们说个简单，最简单的，恢复了天眼、天耳。啊，的天眼通了，别人看不见的你看见；天耳通，别人听不到的你能听到。啊，如果证得二果，二果在十信菩萨里面是第三信，有他心通，有宿命通。宿命通知道自己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的事情。啊，阿罗汉的宿命通能知道五百世。啊，那么二果算他十分之一吧，也能知道50世啊。啊，50世之内的事情清清楚楚啊。啊，他心通，别人心里想什么你都知道。所以人心要正，不能有坏念头。为什么呢？二国以上的人全知道，你怎么能瞒人呢？啊，十信位菩萨第三信他就知道了。啊，你起心动念他全晓得，你怎么能瞒人？啊，瞒着别人。这个坏的不善的念头，那叫自欺欺人。啊，以为别人不知道，小乘二果，十信三信位的菩萨通知道。越往上面去，那个神通力量越大。啊，三果
就有如意通了，就能变化，能分身，能变化，啊，能飞行，想到什么地方去，不用交通工具了。这一动念，身体已经到了。啊，绝对没有交通事故啊，非常安全的，没有障碍啊，真的叫通了啊！起信威的菩萨，路尽通，啊，三界里头。欲界、色界、无色界，烦恼断尽了。啊，漏尽就是烦恼断尽的，六道里的烦恼断尽了，不再到六道来了。它永远超越六道轮回，再到六道来，那是应身，教化众生的，他有这个能力。众生有缘啊，他会到这个世间来帮助众生啊，他能变化啊，像《西游记》孙悟空七十二变，他有这个能力，不止七十二变，七十二太少了。啊，所以五阴中断，常自性情。啊，那么思念处，头一个就观身不净，第二观受是苦，五阴里头，色受。啊，受是什么？感受。身。有苦乐的感受，心有忧喜的感受，啊，这里有受啊，啊，观心无常，这个心里面呢，包括后面三个，就是想行识，都在这个心这个词上。相行识无常啊！现在我们度了弥勒菩萨，跟释迦牟尼佛的对话了解了，一秒钟啊！这个生灭多少次呢？1600兆，所以弥勒菩萨说。念时极微细，不可知之。啊，念头有，但是频率这么高，物质是从它变现出来的，也就是1600兆分之1秒。这里面现的什么境界呢？五蕴，五蕴的境界，阴境。观世音菩萨看见了，为什么是皆空？比闪电快呀，一闪就没有了。那第二个又冒出来了，第二个不是前面那一个啊，所以它不是相续相，每个相都是独立的。啊，而什么相似相续相，它前面相对后面相有影响，不完全相同，叫相似相续相。啊，所以它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如果这样能搞清楚、搞明白了，对于色法、心法不再执着了。
不再分别了，不但不执着不分别，对他不起心不动念，这个人就成佛了，你就圆满了。你只要不执着他，这就是阿罗汉；不分别他，这是菩萨；不起心不动念，就成佛了。佛菩萨是这么来的。所以专论所观之境呢，必须于五阴当中，除去前四啊，前四受想行色受想行，这前四，它最核心的是什么？第五是眼，是就是阿赖耶。我们一般叫它做灵魂，佛法里都叫它做色身。你看，来先去后，投胎它先来。啊，人死的时候他最后走，啊，人死断气了，8个小时之内他可能没有离开，啊，所以佛门 当中送往生，啊，断气8个小时之后不碰他，啊，他的床都不要碰他。啊，为什么呢？他有感受。色、受、想、行都不起作用了，是起作用。啊，那些真的死掉了。色是肉身，受不起作用了，你不会觉得有，啊，不会说有什么。这个，相行不起作用，识起作用，阿赖耶起作用。啊，这个时候，所以叫灵魂呢、啊，没离开呀、啊，你动它，它生气呀、啊。他这个时候一生气，嗔恨心起来，地狱道去了。啊，如果家亲眷属在旁边哭哭啼啼的时候，他看到了生起留念的心，好了，卧轨道去了。啊，所以送往生，家亲眷属最好这个时候不在场，不在现场。啊，只有同参道友帮他做念。12个小时之后，再让他家亲眷属来。啊，这时候神识离开了，不要紧了，你可以动他的身体，啊，你悲痛伤心都没问题。他离开了。啊，可是我们有很多人，这最安全的到14个小时、20个小时，最安全。那这个取第五是因有道理，为所观之境也。这个观的就深了。啊，这个后面有简单给我们说三年这个。四念处，观身不净，这个身是色；观受是苦，啊，有受；观心无常，这个心是想、行、识。后头观法无我，法是一切万法，一切万法里头没有我，我
是主宰的意思，自在的意思。一切万法全是波动现象，全是缘聚缘散，啊，因缘生法。前面四句，你看清楚了，你能把身放下，身心放下。最后这一条啊，知道法无我，你对一切法不执着了，啊，叫法无我，人无我，法无我。这个境界，菩萨境界，人空法也空。这法是呢，五蕴之法。五蕴是所有一切法的基础。啊，古云，五蕴就是四念处。啊，所观之境啊，除却前四，就是除受想行识，啊，色受想行，观识，啊，观识就是观阿赖耶的三细相，啊，这个三细相，就是科学家讲的宇宙的根源。阿赖耶的业相，科学家称为能量；阿赖耶的转向，科学说它做信息；阿赖耶的境界相，那就是物质。你看这三样东西组成的宇宙，这三样东西在佛法里面，阿赖耶。无蕴里头的十蕴，啊，我们要首先把它搞清楚，它是一切观行的基础，头一个对象，这真的从根上看了，看什么？万法皆空。人我空，法我空。啊，只要能放得下，不执着了，事情就好办了。啊，那么第二，就从这个地方因尽升起的烦恼，昏烦之法，昏是迷呀，不觉；烦是恼啊。恼乱心神啊，又贪嗔等法，这就是贪嗔痴慢疑，这五种于心作烦，烦心的、令心的恼，古人烦恼。啊，心烦，啊，心恼，这些东西在佛法里头称之为根本烦恼。啊，佛法里面给我们讲。26个烦恼，根本烦恼6个。贪嗔痴慢疑，这5个后面加一个恶见，恶见就是见惑。啊，把见惑变成一条，和前面5个叫根本烦恼。
啊，所有烦恼都是从他生的。为无始以来，集结众惑啊，迷惑啊，一时比一时严重。换一句话说，你不能提升，你决定往下堕落。你说我保在中间不动，保不住，不是生就是假。啊，而且确实生的少，降的多。我们看到这个现象，从历史上来观察，一代不如一代。啊，所以教育就非常重要啊。佛菩萨、圣贤，全都是把教育摆在第一位啊。啊，为什么呢？教他，他清楚了，搞明白了，他能往上提升了。他也不清楚，一定随着烦恼转啊，随着烦恼习气转，肯定往下降。啊，叫什么？真的是戒定慧三学。啊，戒的目的是帮助你得定啊，这真正目的啊。啊，定的目的帮助你开智慧呀，所以真正的目的是智慧。啊，智慧从哪里开呀？决定是戒定，不是你读的东西多，学的东西多。啊，那些孔子说的记问之学，记得再多，不足以为人师。啊，为什么呢？你做不到啊！啊，知道的很多，做不到。啊，所以今天学佛变成什么？全是佛学，学的佛教的知识。不是如来所说的真实意，是全是自己的意思啊，那怎么行？不管用啊！啊，开悟之后不一样了。开悟之后，你展开经卷是自己的意思，是吧？自信流出来的意思，那是真的啊。因为我们的自信跟佛是一个自信，不是两个。所以佛从自信里流出来的，我们从自信流出智慧来解它，不一样啊！啊，那你要有智慧，一定有定。啊，定是什么呢？心体上的清净平等，是定。啊，清净是小乘的定，平等是大乘的定。后面那个觉是智慧，那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持戒可以得清净心，清净心生智慧呀。所以说，为什么要持戒？不是说我们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不是，那是附带的，那不是第一个目的，啊，那是以后的目的，附带的，真正的目的是得禅定，得三昧，啊，三昧是枢纽，不是目的。
从三昧开智慧，叫大彻大悟，这叫三学。啊，我们要不要开智慧？要不要入佛境界？要入佛境界，一定要走这个路子。持戒得定开悟，没有第二个路子好走。啊，八万四千法门是八万四千种不同的方法，学戒，学定。定叫三昧也，我们用念佛的方法叫念佛三昧，啊，用华严经的方法叫华严三昧，用法华经的方法叫法华三昧，三昧是一样的。你用什么样、什么方法得到三昧，不一定。所以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成三昧，所以佛才讲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只要你一心专注，啊，同时学几门很难，很不容易成就。啊，一定要一门。所以这个现在人又不相信。啊，一门真通了，一切就通了。啊，一门不通，一切都不通。啊，那我就多学几门嘛，多学几门，门门都不通。啊，慧能大师给我们最好的榜样啊，他做出给我们看了。啊，大家知道啊，没念过书，不认识字啊。他一生只听一次经，五祖仁和尚在方丈舍里头半夜三更给他讲金刚经，就那么一次。哎，他一次就行了，一次没讲完，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开悟。他有没有持戒？有，从哪里看出来？从他待人接物，从他这种谦卑，对待一切人的恭敬，啊，平等的恭敬，不敢轻慢任何一个人，啊，从他这个善良、真诚，那都是持戒。啊，他有没有得定？有，他得三昧，他心里都没有妄想。怎么知道？如果有妄想，神秀类手机子他看不出毛病。我们都觉得很做得很好啊！啊，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好啊！五祖也赞叹的，啊，劝大家以这个机子去修。啊，可是他一听人念这个机子，立刻就晓得没悟，还是凡夫。啊，他把这个机子改了。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什么定慧也，超过他了。啊，要是讲经教这个东西，他不如人呐。啊，讲悟入境真实境界，他超过。
啊，五祖当时把它否定，没开悟，也没开悟，啊，这是保护他，怕人害他，嫉妒障碍。1400年前的事情，现在更严重了。啊，你想出人头地，一脚就把你踩死了。啊，所以自己要懂得保护，要学得像六祖慧能一样，谦下谦卑也。啊，对人尊重，表现出来的是愚痴，叫愚不可及。啊，所以这个一门深入。常识熏修有大道理在里头啊，不能不知道啊！啊，广修多闻是什么时候事情呢？开悟之后，啊，善财童子53参是开悟以后啊，他在文殊菩萨会里头，啊，文殊师的老师。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到大彻大悟，啊，这才叫他走底下一步，广学多闻，法门无量誓愿学，啊，有这个智慧呀，学习速度快。啊，龙树菩萨大彻大悟之后，学释迦牟尼佛的经教，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3个月就毕业了，全学完了。那是什么原因？一部经论不需要全部学完。看几页全读懂了，就像慧能大师《坛经》里面所说的，啊，法达禅师一生专攻《法华经》10年了，啊，诵《法华经》3000遍了，到曹溪。去礼拜六祖啊！礼拜的时候头没着地，拜三拜头没着地啊！起来之后，六祖就问他：“哎，你刚才拜佛头没着地，一定有值得骄傲的地方啊！啊，什么事情值得骄傲啊？”他就说出来。诵法华3000部啊，哦，难得《法华经》长啊，虽然只有7卷，每一卷分量都大。啊，就问他，《法华经》讲的什么？啊，慧能大师没听过，啊，他不认识字，当然不会看经。啊，没听说过。你既然念得那么熟了，你念给我听听，《法华经》28品，他念到第二品，第二品是方便品，二品还没有念完，就是行了，不必念了，我全知道了。这什么？这就叫一切精通啊！
不一定要你念完了，念几句我全明白了。啊，《金刚经》讲到一无所住，二生七心，般若全了解了。啊，这样学习的方法，一部大藏经3个月没问题，真能学得会呀。那看几句就行了吗？不必要看完吗？这真厉害呀！为什么？一切法全是自性流的，只要见了性，一切法全明白了。这叫是无私之。自然之，全通了。这是东方古圣先贤教学的理念诀窍，西方没有啊。西方一样东西一定要认真学习，学一样是一样。不能在一样东西啊，圆融贯穿一切，过程才做不到。佛法能做到。近代科技这些东西，你没有问他，你问他，他全晓得，没有一样不晓得。你现在。量子力学家看到阿赖耶的三细相，他们要讲阿赖耶三细相，比科学家讲得好啊！为什么？科学家才看到表面呢，不透彻，他们完全透彻，一点障碍都没有。没有开悟，没有开悟就生烦恼。想了解一桩事情也不是那么容易。你看物质问题，千百年当中多少人在研究？我们看底下这段文，为无始以来集结众火，精英用观观察因境，烦恼即发。你观色受想行识，烦恼起来了。为什么起来？你对他不了解。观身不净，不就烦恼起来了？观受是苦，怎么不起烦恼呢？观心无常，观法无我，真是烦恼。我们读这些东西，看不透啊。虽然学佛学几十年，还是疑惑。佛为什么这么说法？咱就又不敢反对，但是疑除不掉。我们是看到菩萨出胎经里头，释迦牟尼佛问弥勒菩萨，心有所念，即念，即相即事也，
我们从弥勒菩萨的回答里头的时候，恍然大悟啊！啊，这个时候是揭秘呀，这宇宙的秘密呀！啊，弥勒菩萨给揭穿了。我们看了半信半疑，真是这样吗？看到现代科学家这个报告，哈，这个疑才算是总结掉了。啊，不再怀疑了。啊，这个东西不怀疑，对佛经上许许多多疑难东西，我们都会点头，佛说的不会错，科学还没证明。啊，再来有个20年、30年之后，啊，佛经上许多疑难东西啊，科学都会把它解释清楚。啊，佛怎么知道的？佛从禅定当中知道的。禅定是限量境界。啊，这些科学家，他是先从比量，然后用仪器观察，见到限量。没有禅定力量大了。啊，禅定看得透彻。啊，因为他超越空间。超越时间，啊，所谓的空间维次，禅定里头不存在呀。啊，我们今天还是没有办法超越空间维次。啊，虽然知道不够清楚，不够透彻，啊，所以还是有流失，有烦恼。譬如流水，寻常不觉其急。啊，我们看这个江里的河里头，水在流啊，没有看到它。啊，你看到都是一样的。若开之一目，啊，我们丢几片木材。丢几片，不是一片，丢几片，丢到水里，哎，你就看到水流的结露，就看出来了。那流即本，这个字是念什么？眼睛病。莫能止恶。你看到水流得快了，速度很快了，是什么？看到这个木材飘在水上面，看到水流得快。啊，事实因邪因尽而观烦恼尽。啊，这就教我们做观的方法。啊，这个时候你不要去看无因。你看烦恼，啊，烦恼从哪里来的？啊，总的来说，不离色心。啊，色心是一切法的源头啊。现在科学讲的精神现象。跟物质现象，啊，心理跟物理，这就是源头。啊，现代新的这些科学家，我们看到这个报告，啊，说出这将近400年的科学。他说：“我们犯了一个误区，一个错误。
这个错误是什么？二分法带给我们许许多多的误会。二分法就是心理跟物理分开了。现在晓得，生理跟物理是一桩事情，分不开的。那从五蕴上看就晓得了，五蕴色是物质，受想行识是心理，所以心法跟色法是一不是二，解不开。啊，这是科学家看到的，看得上，中微子。这么小的东西，100亿个中微子聚集在一起，它的大小等于一个电子。啊，这个中微子里头，色受想行识全具足。啊，我们再以后讲心经啊，就明白了。啊，不用身体了做代表了。啊，以前我们都讲肉身的，啊，肉身是色啊，我们有感受啊，啊，苦乐有喜舍的感受啊，有思想啊，可以想前想后啊，这些思想，就妄想着，念念不停的，一个接一个，那叫心。啊，还有一个阿赖耶，阿赖耶说，我们所有一切的。这个夜袭啊，就像些资料啊，储藏在阿赖耶是仓库，叫藏室，藏就是藏啊，我们的记忆通通收藏在了里面啊，什么时候想起来，哎，它就浮出来了啊，好像档案一样调出来看看。是一桩事情啊，不能分呐、啊。这一分这两个，麻烦就来了。啊，所以物理到今天不能解决问题了。物理带来了很多灾难，灾难不能化解。啊，现在的新的科学家告诉我，这个灾难可以化解，用什么化解？用意念化解，用心来化解，因为心跟物它是一不是二。我们起心动念，物它有感应；我们动一个念头，善不善，桌子知道，这地板知道。啊，花草树木、山河大地，没有不知道的。这就说出，变法界、虚空界，全是有机体呀、啊，活的不是死的啊。懂得人的念头啊，啊，我们的善念、不善念，他全知道。啊，我们爱他。或者我们想把它消灭它毁掉它全都知道没有一样不知道。啊，所以最近提出以心控物。啊，心可以控制一切物质。啊，这个佛说了至心一处无事不办。这句话非常重要。这就说明一门深入常识熏修的原理是什么，道理是什么？道理就是至心一处无所不办。啊，我们今天念头是散的，散乱，散乱没有成就，一点点障碍都把你障住了。如果至心一处呢，没有东西能障碍你。我们把意念集中在一点。什么障碍都没有了，都能突破。啊，像光，
光是四面八方发射，如果把这个光集中在一点，变成极光你看现在这个灯光一张纸透不过去，如果变成极光，钢板都穿过，那个力量多大？这是物理呀，心的力量要集中，那得了吗？心集中就是三昧。你用什么方法来集中？方法很多，就84000法门、无量法门。只要你想一桩事情，别去想别的，那就集中。那就产生不可思议的能量。所以能改变我们的生理，能改变地球。科学家举个例子，真正意念集中，这个力量可以改变星球在太空当中运行的轨道，能把它改变，这么大的力量，所以地球出了这些小毛病，很好医治啊，不是大毛病。美国布莱登告诉我们，应对2012玛雅预言的方法，他只说了三句话。我们真正能做到弃恶扬善，就是佛家讲的断恶修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这三句话，这一部经上讲得很清楚，这个灾难就化解了。不但没有灾难，地球没有灾难，会把地球带上更好的走向。这个话真是智慧，不是假的。我们学佛要学真的，不能搞表面，踏踏实实，才能解决问题。那么第三呢？病患境，有病不是坏事，病能帮助你解决很多问题，能帮助你开悟。病其之因虽多，不出四大正损，损就是减少。只有幻损。我们看看，这是天台大师1400年前，智者大师。生在隋朝，往生在唐朝。隋末唐初的人，他说又有观音、观无音，或三种或，这是病因。病从这来的三惑就是无明、尘沙、见思。华严经上所说的
妄想分别执着，并从这来的啊，激动四大了，四大是物质现象啊，这是缘啊，只有幻生，这个幻就是病，病是苦。你看，病的因，病的缘，病的苦。病的因是什么呢？五阴散火。啊，三火里面见四火，把它合起来。就是六个根本烦恼，啊，贪嗔痴慢疑我见，啊，贪嗔痴慢疑是见佛见火，啊，我见就是思火，合起来就是见思烦恼，这病因呐。人也常常想这些，他能不生病吗？这六样东西对应我们身体里面五脏六腑。啊，你想它，它就起作用。所以人他为什么不想健康的？他想病，特别是年岁大了。年岁大的人，啊，工作没有了，啊，他退休了下来了，没事情做了，每一天就想病。哎呀，这个地方痛啊，那里不舒服了，他就搞这个，没事也想出来了。为什么他工作的时候没有病？他没想到身体，他光想到工作。啊，工作一丢掉之后了，哎呀，我老了，老了就会生病啊，病了就要死啊，啊，完全符合他的理想，他的想法全圆满了，他就这么来的嘛。啊，我以后啊，有人来问我怎么养生的，我要改变说法。啊，那你为什么没老？我没想老，他不老，因为你想他就老了嘛。啊，我不想病，他就没有病吧？你天天想病吧，那病就缠身吧，就这么个道理。一切法从心想生，太妙了啊！所以要有正面的思想，不可以有负面啊！有善的思想，不能有恶的。啊，那什么是最好的思想？像阿弥陀佛，第一好。所有一切念头当中，没有比这更好的，这是最健康的。啊，为什么不天天想这个？想这个什么？想这个想久了，自己就变成阿弥陀佛了。真的不是假的。啊，大乘经上常说啊，自信弥陀，唯心净土。所以，阿弥陀佛从哪来的？我自信变现，我天天想到极乐世界就变成阿弥陀佛。啊，往生到极乐世界，经上讲得很清楚，你的身相貌跟阿弥陀佛完全一样。啊，为什么天天想他？啊，自然就一样了。啊，
金刚不坏身呐、啊，真正无量寿啊！啊，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无量的相好，没有一样不是无量的。啊，自己成就之后，成就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化解灾难，从你身心的病苦，一直到自然灾害，啊，都有能力化解。啊，佛菩萨用什么手段呢？给诸位说，用教育。没有一尊佛菩萨不讲经教学的，没有。啊，那中国老祖宗，佛法没到中国来，老祖宗就知道，提出建国军民教学为先。实际上，这个教学为先在中国已经根深蒂固。啊，为什么？中国家庭是大家庭制度，自古以来不分家了。一家人为什么要分？不分家，不分家，家里人口越来越多。啊，五代六代同堂，就两三百人。啊，家里头人丁兴旺，五六百人，七八百人，很平常啊，大家族啊，啊，这么大的团体在一起生活，没有规矩性吗？所以，教学为先呢，从这儿来的。你要不把它教好，那这么多人天天在过吵架，那这个家庭没有欢乐，那不像个家庭啊。这家庭的和睦全靠教育啊，所以家在中国有四大支柱：家道、家规、家学、家业。四大支柱，这四个支柱有人能够继承，他的家世世代代延续下去，不衰不败啊。啊，所以中国对下一辈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那个后不是子孙多，是子孙里头有继承家的人，有继承家道的，有继承家业的，有继承家学的，有继承家规的。哦，那他们的家的人世世代代都兴旺。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以后从家慢慢形成了部落了，这家变成什么？变成小国了。这从前诸侯国不就是一个家吗？啊，所以中国人懂得教育。远古他就懂得，啊，一切全靠教育。今天社会现象，啊，乱成这个样子，我遇到不少国家领导人啊，都会问我这一句，啊，现在这个社会
还会有和平吗？还能够恢复正常吗？有。这个社会什么问题都没有，就是教育出了问题。教育说是啊，你们现在没有教育，怎么学校办这么多？你里头没有做人的教育，只有学做事的教育，所以人会做事不会做人。没有伦理的教育，没有道德的教育，没有因果的教育，没有圣贤的教育，出事情了。什么样的制度都是枉然。为什么呢？人不好，好制度也干坏事。如果人是好人，坏制度他也能做好事。这就是古谚语所说的“人能弘道啊，非道弘人”。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们如何来解决？那还有救吗？有救。问题就是你肯不肯干。谁带头干？在古时候，皇上带头。人民才肯跟着学啊！人民里都出一个带头不行啊，没人肯跟着学啊。所以要国家领导人，他觉悟了，他真干了。尊重、礼敬这一些圣贤人，居住、伦理道德，这样的人，请他来讲学，自己来听课，像前清，这清朝了不起啊，开国的那些皇帝。是人，不是凡人。你看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到嘉庆，嘉庆以后衰了。对儒释道三家、学者专家那种恭敬礼遇，让人感动。是在政权巩固老百姓归心。离情这些人，每天到宫廷里面去讲经，给他们上课，皇帝带着嫔妃文武大臣听课学习不但学习，还有复讲，他真干，不是假的。这个风气一直到咸丰、慈禧太后执政，才把它废除掉了，不再请这些人到宫廷里面讲学了。慈禧太后迷信，那疑难的事情怎么办呢？从前疑难是向这些专家学者请教。慈禧太后发到疑难的事情，加急复乱，问鬼神。什么疑难事情都问鬼神，鬼神把他的国家灭掉了。你看过去这些帝王都是三宝弟子。对儒释道都称弟子，儒释道都是老师。慈禧太后自封为老佛爷，他是老佛爷。
佛菩萨两旁边站，对于传统文化，对于佛教不尊重了，这上行下效啊，上面开这个头，底下对于传统文化，对于佛法、佛菩萨那种尊敬的心就降温了，那麻烦来了。啊，满清末后100年，信心就慢慢丧失。啊，西洋文化进来了，迷信西方科举、科学技术。民国成立之后，讲的人都没有了。满清末年还有人讲，没有人相信，没有人学习了。到民国这100年，一个世纪，讲的人没有了，所以变成中国人对自己文化非常生疏，啊，比不上外国人。外国人谈谈中国文化。中国人在外国没有谈中国传统文化，啊，外国人提起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人不懂，他想写什么不知道，啊，这个问题，这叫真正是病患呐。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